什么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请说出一句剧中出现的人鱼语。哇！最开始第一季的时候，他三秒了已经过去了。Randy, me bolu jo， 我输了。请说出三条人鱼线路广播剧弹幕里出现过的内容。这个很好说呀，永远的就是我的宝贝，绝对有。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请说出你左边的人的三个缺点。哦，太认真了，不懂得照顾自己，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。哇，怎么都不会啊？这当然算了，凭什么算？谁敢说不算？说出你右边的人的三个优点。那帅不做饭，就是特别自律，漂亮不做饭，是吧？请说出三种剧中角色拥有的混乱能力。藤蔓讲脱口秀，还有一个那个什么，叫什么来着？好，我输了。这不送分题吗？这不是？请说出三种剧里然后吃过的东西。箱子，外卖箱，然后